当您需要重新定义信息流时会发生什么？在金融服务业中，这意味着需要处理可能对日常运营产生直接影响的问题，包括客户拓展、保持现金流和管理关键客户数据。以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处理有缺陷的流程和程序，现在有更好的办法进行处理，确保数据从来源采集并快速分发，比以前更好从 A 点移至 B 点的方法，更少的障碍，更少的错误和更低的成本，最终重新定义您的工作方式。因此，您可以在开始新的客户关系时提供更好的服务，加速事务处理，降低合规风险，确保更快的服务周期，缩短客户等待重要应用审核的时间。将其视为智能解决方案，发挥他们对制定明智决策的作用。我们的世界由信息推动发展，与 Codec Loris 合作，您的能力也会得到提升。 Codec Loris 重新定义的信息流。